近日，翟天临在直播中回答网友问题时，表示自己并不知道知网是什么。随后，此话题引发网友热议。有人认为，翟天临作为博士学历，并且日前已被北大录为博士后，此时说不知道知网很不合逻辑。稍后，翟天临在网友质疑微博下留言，称自己当时只是在开玩笑，并自侃：“我说我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也有人信吧？”想问他的博士论文能不能在知网搜到？知网是什么东西？知网是什么东西？